大渠呀、啊。我们是按照这个路走的呀。我们是按照路走的呀。前后能差一分钟吗？撞，再撞。你想干嘛？你先撞的我。没撞你、啊、好吧？撞撞我身上了。反正这两个车是基本上是并排在走，谁抢行不抢行我也没办法去，因为我们都是按照次序排队、嗯、两边车道都是这样拥挤的，不断先是很宽，然后最后进匝道的时候很窄，最后两个车道可能变成一个车道的这么个，两个都是在排队嘛，可能都不让，直接劝架，因为我堵在后面我也走不了，结果看见他把那个车砸了，我也没办法说了，劝都劝不了，确实不是那个老奶奶在开车，这个年轻小伙子在开，那个奔驰一边下来一边在骂对方嘛，然后这个奇瑞车主这个男的应该也在车里面在骂了几句，这个老奶奶确实是坐到第二排，那个奇瑞车让了那个奔驰车主就走了，你讲我看到的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发出来让大家知道真相。